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同志骄傲大游行。一共走了两个小时，那非常非常多人，非常很多穿了奇装衣服的，还有裸上身的都有，反正就是一年一度嘛，特别好玩，就是带妈妈过来看一看，那这个不同的一个文化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就是多元文化，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平等的，还有很多一家大小也带小朋友来看。还有小学，我看到有 school board 的也有过来参加这个游行这一次，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企业啊、公司啊，各种不一样的公司、银行啊，各种。还有看到一个是加拿大的总统，应该是总理吧，那个 Justin Trudeau 也有协同他的家属一起来哦。今天也会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片段。这个 parade 我们是叫做Vancouver Pride 或者Pride Parade 都可以。那这个呢，它是从 Robson 跟 Thurlow 街开始，那个是起始点啊，然后一直走到那个 Damon 街，Damon 街然后再左转
然后再一直走到那个Sunset Beach 那边是为终点。大家如果是要来的话呢，如果是十二点钟开始嘛，十二点钟来的话呢，还是太晚了，因为我跟我妈今天是11:30左右到的，已经挤满人了，已经塞满人，两边路都已经全部人都已经站满了，所以没有位置塞。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，拍了一些片段给大家看。给一些tips 给大家，如果以后要参加这种游行的话，第一呢，大家一定要查防晒，特别是这种时间长在户外的这种举行的活动。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早点出来，站一个好一点的位置。
还有什么？他们有